人气满满。I like this， 我喜欢。LOVE 那个好厉害啊，好适合他们啊，成果超甜。哇，你们节目好好看哦。谢谢老师。狮子是谁想出来？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在我们初见面的时候，我有问过永翔，他说他的爱好是舞狮子吗？对，我们知道他学过舞狮。对，接到主题曲二创任务的时候，我第一想法就是他这个技能应该只有这一趴能用到。而且全营90个人里面他会舞狮头，居然还有个会舞狮尾的赖耀祥。哦，好巧啊。你上一次没有说过，你隐藏的那么深呢？哦，我不知道来这边也用得到。是世界那么大，很神奇。里面的造型是什么样的？超哥，你要试试看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吃这个特别特别重，在这里面放进去大拇指，然后右边放在这边，右手。我现在炸东西了吗？有了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。哇！就还是有卖呢。哇，你眨的眼睛很有意思，很萌哎。哦。有。Nice， 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他是弯着腰哎。是不是里面腿是得这样？对的。哦，所以哇这么低。哦。对的。那很累，好累。哇哇，我真的好累啊。真的好低。狮子的尾巴很重要，后面要跟着前面的头走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真的是体力活。希望今后还能有机会，就是把更多的中国文化，就是大家向国风组看齐。对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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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们是一样的好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越了解越厉害。跟你说，这90个人要搞成九个团，一个都不能放掉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惜了。叫醒美白力，闪耀助教黑人白酵素牙膏，邀你一起为学员闪耀助力吧。很快就要登台，牙齿不够白怎么办？一直努力练习，为什么笑容还是不够好看？想要牙齿白白，自信满满，就用黑人白酵素牙膏。5倍溶解力，帮你找回闪耀的笑容。黑人白酵素牙膏，叫醒美白力，闪耀闯关更容易。